很多老闆都會覺得數碼轉型一定會涉及高成本，而我們 Techlution 的網商平台系統就善用了 DBS 已經開發的 API， 幫助我們的客戶在短時間低成本地投身在網上的市場。傳統零售客戶轉型去到網上生意，將收付款做到全自動化非常重要。 DBS 的 API 可以幫助到他們將網商平台的方案現金流全自動地整合去到公司的業務系統，同時亦都做到轉數快的收付款。這些端對端的實時的交易系統其實不單止省了他們人手和工序，在營業額和資金流動上亦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DBS 是一間可以提供全面 API 方案的銀行，他們的團隊結合了科技專才，可以很快完成到客戶的不同需求，已經有超過過百個成功的例子。 DBS 在香港更加有超過30個 API， 可以幫助到客戶解決由現金管理、財資以至到貿易等不同的需求，而且最快4星期就可以完成到系統的連接，連結 DBS 最快3個工作天就可以開到的公司戶口，這件事簡直是 perfect。在網上開 DBS 公司戶口又快又安全，很迎合我們 IT 人的要求，不用像以前那樣搞幾個月，用 DBS 開戶上網填張 form 又有齊文件，最快3日就搞定，還要設置網上核實身份的功能，又簡單易用又夠安全。所以我自己旗下的公司甚至很多客人做數碼轉型的時候都會選 DBS， 開戶兼裝 API 一條龍服務，這樣就可以掌握先機了。DBS 就好像我最親密的戰友一樣，各展所長，一起努力推動數碼業務。 DBS 全力支援佔全港企業 98% 的中小企。